下面啊，给大家看图腾啊，来吧。对，对，请卢台长看一下女儿的肩膀。什么？看一下什么？女儿的肩膀。啊，你女儿？是。你就告诉我属什么几几年就可以了。94年狗。94年属狗的是吧？是。嗯，首先告诉你，他这个肩膀是右面肩膀。哎，下次来看看。对不对啊？对对对。这个地方主要是血脉不和，而且跟他的颈椎不好有关系。颈椎这根筋啊，牵住他这个右的胳膊，你明白吗？不是，我是觉得连这样的情形要怎么样的？你现在这样好吧，我首先给你看看啊，是你的女儿是吧？是是。 OK 好了，好，那老妈妈我看见了你女儿呢，现在身上呢有一个小灵性，这个小灵性呢是你打胎的孩子。你告诉大家你有没有掉过孩子啊？没有啊，台长。再想想看。真的没有，台长。你有没有掉过孩子？不是打胎就是掉过的。也没有嘞，台长。你想想清楚吧，现在这个孩子在你女儿身上。真的没有，台长。就是说你自己在有没有医生说你掉过或者流掉一个？你有一次或者时间非常非常长，就是正常的没有来，有没有？就是怀孕的时候。怀孕的时候的我是不知道，是医生告诉我的。你看见了不啦？我会看错的。哎，医生告诉你的，这种事情太多了。台长跟你说，我看见的就是了，你自己不知道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赶紧帮你女儿念经就是了。明白了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如果你女儿这个事情不解决的话，她接下来以后还会找你麻烦的。明白了吗？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为这个女儿你特别伤心，特别烦恼，而且花掉很多钱。这个是确实。确实的，来问你要债的呀，还听不懂啊？明白了吗？好了，老妈妈，你记住我句话：树有根，水有源，什么事情都有冤结的。所以这个你赶快把它念掉，你女儿会好很多。现在你女儿这个胳膊是人家说属于软神经性的一种损伤，而且到里边了，非常不容易好。但是呢，也不是很重的病，你明白吗？好了。就是因为我看了很多。你赶快给她念49张小房子可以吗？49张小房子。好吗？可是我刚刚念了3张。老妈妈，你念49张会很好的。好吗？谢谢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女儿脾气很倔的。很麻烦的。看见了吗？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女儿不是很麻烦，在感情上也麻烦，她找男朋友也麻烦。听得懂吗？懂。听得懂了吗？是听到的，可是她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。她有男朋友，她谈过几个你还不知道啊？她有一个谈了差点要结婚了，后来没成功。在这个男朋友之前。这个我确实不觉得。我就讲给你听了，老妈妈，这就是她的命根当中婚姻运特别麻烦，你明白吗？好了。谢谢台长。没什么大问题的。想再问你儿今年的大学可以考吗？他几几年属什么的？也是一样，就是同一个你。几几年？你再讲一遍。94年。因为我打上去之后，一次看完了，我就忘记了。然后你再告诉我，我再打上去看。94年狗。94年属狗的是吧？哎，你的。没问题，你的女儿读书还是不错的，很用功的。她不要你管，你讲了半天说她，你用功的用功，她自己都安排好的。对，好了，老妈妈啊，老妈妈你自己当心点身体就好了啊，你的肠胃很差。我哪是没有？我跟你说了，你的肠胃要特别当心了。台长如果提早讲出来你什么地方不好，你赶快就要注意检查了，明白了吗？因为我讲出来的话，2个月之内就可以看出来了。好了，老妈妈。